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克汉，欢迎收看旭哥抽转蛋。那这个是复活鞋 RS， 旭哥今天来抽下这个周年的纪念转蛋，因为这个纪念券实在太多了，已经多到满出来打这个活动啊，这不得不抽啊。所以今天来开抽一下，那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观复活鞋的 RS 转蛋冒险攻略。那现在来开抽一下，直接就是到这个转蛋直接开抽啊，999张啊，这个不抽不行啊。直接满出来了，送太多了，一周年纪念转蛋，这个多到不行啊！好久没有那么满了，所以这次可能会加速一下。我就一次把尽量看能抽多少抽多少啊。然后感觉又是一个可以快乐累积碎片的那个时间呢？哦，美联，结果又是个 A 的美联，悲剧。要是我抽到美联，我就直接把它灌到50等了。各位，说到做到，假如真的在这边抽到美联的话，把它灌到50等，好不好？我不说 A 的啦 ，A 的我已经50等了。来吧，来个新角吧。哦，教授，哎，999张果然不是盖的，全部都是 A 还有 S。来吧 ，SS 总该来了吧？哎，抽到现在好像还没一个 SS。这个几率不太对啊。没关系啊，太多了，我这次赶快把它抽掉了。先把飞气用掉，之后抽池才会就是比较运气会比较好。哎，见鬼了，真的抽了大概现在差不多三分钟左右啊，快要三分钟，但竟然连一个 SS 都没有，太扯了！来了，第一个 SS， 哦，霍克船长，哎，这个还不错，这只 SS 还不错。可惜我有了，之前好像我记得是跟那个，是不是跟那个艾夏 3.0 一起来的？我这一只还，这只算是可以吃到50等的角色，因为它的技能组还算不错，还有一个开场可以放的那个三个 S 的威力的招式，我印象中。好，继续来。来吧。哎，抽到现在第四分钟只出现一个 SS 而已，各位。帮先来记录一下。四分钟只出现一个 SS。太扯了！现在已经迈入四分半了，还是一个 SS。我靠！两只小动物，结果还是一个 SS。哇，最近手气真的很非洲哎、欸，还好最近都在存钻。我们抽这一池快要五分钟了，目前还是只有一个 SSS。
哇，真的五分钟只有一个 SS， 各位真的超非洲的。你们见证什么？真的是超级非洲人，就是这边。非洲人封神之日就在这边了，超飞啊！不是盖的，我抽了快抽了大概400多张啊，最后一个 SS 啊，这你敢信？哦，第二个 SS， 哎，啊，这个我有靠，我刚才愣了一下，想说这是谁？诺拉我有了，哎。无言。哦，这个是肯倒是还是不错的，虽然抽的角色很少，但是倒是还不错啦，肯倒是还不错，虽然 SS 抽到很少。现在六分钟抽到三个啊，平均大概两分钟抽一个啦。所以，假如今天这个影片十分钟，我大概抽个五个吧。以这个速度的话，产出的速度，好，已经，我现在已经抽了500张了，500张只中了3个 SS， 继续低到一个很可怕的境界。果然就是人在非洲的时候就是这样。哇，五个 A， 我都加快速度了，因为这角色应该很难抽到没有的，这是太难了，应该都是有的角色。就感觉我可以把很多 S 都练到50等了。来吧。哇，还是一样都没有 SS 啊！即将迈入8分钟了，还是只有3个 SS。刚才是好像五六分钟，哇靠，真的是！还有我已经看开了，旭哥已经看开了，没关系，我看开了。哇靠，五个 A 啊！我上次抽卡特琳娜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开了，觉得就是啊，就是这样啊，有一种就是就是，要爆了，我靠，来这个阿五，好了，我真的现在8分钟左右嘛，所以大概平均2分钟会出一个 SS 啊，以这个效速率来看的话。所以今天大概抽完5个 SS， 大概就可以收工了。哇，真的是有在帮我就是统计是不是？它有一个固定的产出的速度哎。哇，真的是，很难中这个新角哎。很想要抽一只那个像是美莲啊或什么的，啊，还有决斗岛可以换美莲，要不然我真的我可能这个游戏不知道就是玩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美莲呢？感觉快要收工了。无言啊，各位，真的是非洲啊，非洲那个不行。照理讲，每20抽就要一只 SS 啊，抽了大概多少张啊？800张了。800张大概160抽，哦，蒂亚娜还不错，
蒂亚娜倒是一个不错的角色，好像有介绍过嘛，好像可以收工啦，就好，这次给他抽个900张好，我们就抽到就是剩99张，就抽个整数好了。好，最后的几抽了，我们就抽到剩99，因为刚刚是999嘛，我们把它抽到剩99，刚好900张，用个整数好了，凑个整数。好，最后的五抽了，来，今天是不是就是超级非洲人就是这样子，大概就这样了。好，证明真的是非洲人啊！今天有时候还觉得自己很像混血，就是有时候可以欧到一次这样。果然还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非洲。好，给大家安慰一下好不好？抽的真的超飞了，900张就抽到这大概5-6个而已吧，超惨的。好，今天旭哥抽转单就抽到这边啦，这一次的角色艾伯特还是没有抽到。好，那我们就下一见了。